主席，今年嘅市道点啊？市道唔错啊，一年有几十亿嘅生意。我哋好关心啲消费者噶，所以推出咗唔同嘅口味、唔同嘅包装俾你拣。我啊，梗系想啲客仔长命百岁啦。妹妹，做咩啊？我爸爸冇命食啊！明知啲烟仔有害，你仲生产？个烟花有警告过佢噶，点都好啦。多谢你爸爸帮衬，我梗系唔食烟啦，更加唔会俾啲仔女食啊！